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今天的玩具视频。今天要给小朋友们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积木玩具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拼装积木呢，我还邀请了狗狗巡逻队的队员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积木玩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积木打开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拼装的积木是什么呢？哦，仍然是消防车，但是一种什么消防车呢？我们拼好以后就知道了。嗨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这款积木拼好啦。知道这个积木叫什么吗？这是一辆消防云梯车。看看，我们的消防云梯车拼好喽。哇，看我们的狗狗是不是非常的高兴啊？因为他们也参与了今天我拼装积木的过程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玩具呢，就分享到这里啦。